蓝营说票投民进党，青年上战场。赖清德说万一打仗，义无役男可以不用上战场。冯世宽打脸说服兵役的当然要上战场。邱国正说一旦枪响，处处是战场。赖世宝呼吁两岸应该和平对话，让台湾人有免于上战场的恐惧。请支持最努力促进和平的立委文山、南中正、赖世宝。